妈，我上楼学习了。啊，好。哎，家里没菜了。嘿嘿。哇。我出去买个菜，你在家给我好好学习啊。小把戏，有猫腻。呀！兔崽子，跟我耍花招。妈，你看我这个姿势耍。啊传说君。You know why. 记得关注我哦。